下嘛，各种病，后来地下弄手写信，就是正式啊大会同好，啊就进行一趟，我的你差不多三十分钟啊，我前面喝东西，哎有个酒往出来起，然后导出馆，哦哇。我在好老师吼，啊，大家都起舞哇，很开心。你东西摆完，因为这样经济，他就大家出发钱，出发钱哈，他就是政府会高高过来钱。哦，那东西吼，我买不买哦？啊，结果吼，到了最近国庆，国庆啊，因为国会嘛，这些哈啊，开始有咧啊。也做了个股票都比我辛苦。他们林东关是第一抓的起伏，肉龙一刮，但起霸主为马加税。为什么起霸主加税？因为我的这个股刚刚好啊，越比蛋比蛋起伏的这个病症在起霸主。啊，咱真侪加油超波啊，超啊加风啊，所以吼、哦、起大雾啊加水。啊，但起码这处进口美国的内脏带骨的牛肉起来，我这最主要运动啊，大骨啊，你这样运动啊，简单，急救火车加给大骨的解药，因为变种人等于惯习啊，就是加五十吨吼，咱家五十吨。就新鲜，就好食。啊，所以人啊，交叉分澳洲股市，等啊，大家食个舒舒觉得就饱，足饱的，啊，肯定有够。但是呢，是一旦从美国的来装这块的进口起来了，就少嘛。外国人的话，你贵是干，太少食，反来啊，就少。所以呢，混杂其他的分散的股市出来的，哇，也是不干净。啊，海南人讲的，全空没有保障。所以这个物件就不能集合来，应该产生安全。第一，好像是咱本地的产业；第二，还是专门的健康。所以啊，环境是要紧，但是咱们第一时间咱就一种新闻稿，就一种安全性。但是吼，啊，咱南部的新闻大概叫咱上达一个广播台啊，都输给郝龙斌哦带头，还是哦这边是震动哎。所以变成一个新闻焦点才延烧出来。那我们也欢迎，我们也欢迎啊这样子的全国都起来，对，台湾全放火，干台湾全放火，干单波，但是我们跳出来呢，反正就是健全，安尼再刚开始，哎，多久的才三年的东西，啊，就在农民课上，啊，几何的课，几行呀，起息啊，起伏，起啊，啊，这课下面，啊，那我们课上。那个地量是比国较宽，就方面也是过了百公顷，所以当伊基本上就是伊个新闻较少，伊个基本上新闻较少。那政府不要通来补助咱个本国多哦，哇，这政府就是了解啦。所以吼，咱要加大个挑选哦，安全，然后吼，大家特别要挑水啦，挑水的时候一定要加到分散的地方吼，安尼咱。这个产业链，这个产业链它一旦关键起来，啊，农民在挖多西瓜，哦，所以大家感谢这个拜托哈，就谢谢。